原本看表演之前以為自己會可以 很從容地去面對，因為主要想看看排舞啊，樣因為知道他們的排舞編排很好，還有舞步即很精彩，會 很熱烈。但是剛才我自己對我自己很失望，我對不住各位女士，我只是看到背脊，什麼都看不到，我是緊張好像有些東西在我手上，我剛才但是我不知道，我剛才已經完全緊張到我不知道是什麼，好像是一些肌膚的物體來的，但我不知道是什麼部位，我不知道，我不想知道。你有沒有遺憾啊？有遺憾啊，所以我想我要去演，真的要去看 show 了，5月的時候我一定會支持。但其實之前有看過這些類似的猛男 show？冇睇過，所以諗住即係我比我想象中刺激咯，成件事咁樣。咁但係我知道佢哋都好自律嘅，因為見到佢哋啲肌肉嘅線條啦，係咁其實我自己覺得肌肉即係除咗外表嚟講，其實都係一個自律啦，同埋一個好鍛鍊啊你嘅意志力啦，同埋你有冇一個耐力啦咁樣。咁我好欣賞佢哋有呢個意志力啊，即係好自律呢方面嘅，因為我自己都係有做運動，咁所以知道其實係好難去維持咁樣。咁同埋佢哋仲要係作為一個工作啊，咁其實係更加難去到保持好自己個狀態。三個你覺得邊個最合理嘅 style？ 其實我唔好咁正眼望佢哋，點解咧？你有咩咁做嘅？我今日發生咩事咧？我咪可能冇食飯啊！我今日唔係好敢正眼，即係有啲怕醜嘅。咁但係我覺得三個都好靚仔嘅，即係肌肉啊，即係係咯，即係啲線條啊。印象有冇邊個？即係一眼好 sharp 我頭先我覺得太陽係咪一個太陽啊？叫做係咪？係咪叫太陽？好係啊，姜太陽係咪？姜姜星太陽。睇你點型，第一睇點型。哦，係咯，姜天一啦，咁應該係啊，姜好似係個背脊最，頭先我哋睇個背脊啫嘛，個背脊最雄厚。即係你其實自己都中意啲有肌肉嘅男。中意我，咁我找條件係唔係話肌肉就係第一位，但我覺得係自律嘅一個，都係一個自律嘅一個表現嚟。咁所以我對於自律就即係自律同埋中意運動嘅男仔係即係一個。抉擇的都幾擺喺幾前咯。你唔用你啲腹肌同佢困拜落先，你都好好。你都可以。咁揾一個過嚟同你困下嘅。係咪啊？我諗唔夠佢哋困喎。我要係咯，我一定唔夠佢哋困，夠佢哋困我都唔想咯。我唔想贏佢哋。好有信心喎、啊！你我輸我輸我輸。我輸但係會唔會都即係中唔中意？好似即係練到咁。冇，出去睇嘅，即係男仔我都 OK， 我自己就唔中意啦。我覺得女仔始終都要有翻少少肉嘅，因為太光嘅話，可能就未必會咁好睇。如果本地娛樂圈嘅話，你覺得邊個男仔嘅肌肉係你欣賞？娛樂圈嘅肌肉啊，哇，聰啊，張繼聰有一排操得好 fit。係啊，佢又係為咗點角色嘅，咁我欣賞就係可能即係突然之間會為一個角色或者是去做準備去變另一個人，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很有毅力才可以做到的。你會不會讓這個三個靚仔去drink飲東西？我想他們應該不會喝東西的，應該這麼有肌肉應該不會喝東西，我都不喝，我都不喝東西，我都很健康的，我應該要做運動去，我不得閒。異地戀你接受是啊，我又冇乜話係咯，即係講地區地方嘅，最緊要係情投意合。講緊乜嘢？我語言方面咁，如果即係譬如即係學咁樣，即係我為咗即係如果真係有個啱嘅，我真係學。如果即如果譬如話假設啦，我中意咗一個韓國人，我會唔會為咗去讀嗰個語言一定會。如果我中意咗嗰個人，我一定會為嗰人付出，就係要溝通，所以我會咯，我會去學咯，係。但前提係要有呢個人，同埋對方都要學先咯。即我覺得對方都學嘅，咁我一定會學得
即更加想去融入大家的語言文化。咁呢個係我想揾嘅另一半都係咁。星期三係咩星期三？係啊，唉，可以下星期就唔可以話自己係三十頭啦，因為真係三十鐘啦。咁我所以都唔係好想即係係咯，越大越唔想慶祝嘅。但係今次開心嘅，今次即係好多朋友都想同我慶祝步入三十鐘嘅。咁但係我自己因為就準備開戲啦，月底就開戲，所以就唔可以食生日飯。咁所以即係多謝啲朋友咁樣，我即係一句生日快樂，我已經好滿足。好啊。好緊張，係我睇唔到，我淨係睇到佢哋背脊。咁所以係咯，但係都見到佢哋個肌肉嗰下係咪都 feel 到好 firm？我都有啦，唔係好 firm 嘅，係 firm 嘅。咁但係係咯，我會更加期待佢哋嘅五月嘅演出咯。因為我覺得我一定要即係帶啲女仔 friend 去睇，同埋今次係咪女市場嚟㗎？都係有女場，咁我會睇女市場，因為我好緊張，好尷尬嘅原來。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按个钟仔啊。